这么好不容易啊，我想着黄莺莺、苏芮、曾庆瑜啊，开始要烦恼了啊。只要你加入唱片行列，我相信他们呢，真是啊会值得担心的。那我们接下来要颁奖的是颁我们国语歌曲排行榜的第一名的得主。第一名是王杰，王杰《孤星》专辑，孤星的专辑。感谢在场所有啊给我鼓掌声音的观众朋友，也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歌友们啊，这个奖是属于他们的，所以呢，我今后会更为所有支持我的歌友们做更多更多的创作，以及做更多更多的高难度的动作。谢谢大家。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请到歌手来到现场，这是我们深感遗憾也非常抱歉的。由民生报 SCRT 中华电视台所举办的金曲龙虎榜，把每一周新的流行音乐的资讯介绍给大家，同时把欧美新的流行音乐巨星的动态也介绍给大家。作为一个现代人，就要欣赏现代的这个电视金曲龙虎榜。同时我们也准备丰富的奖品奖金要送给观众朋友。别让好歌寂寞，也别让你心目中崇拜的偶像输给别人，要踊跃的投票。我们期待您的票。同时，在这新的一年，虽然78年度的票选活动告一个段落，但是随着79年新的一年来，我们要即将也要马上如火如荼的展开。所以，希望观众朋友不要放弃你们的权益，做一个现代人就请投票啊！我们谢谢今天所有参加的特别来宾，我们掌声再给他们鼓励。